精英六月份营收在教育平板大量出货之下，抵消了季底盘点效应，单月营收达到65亿元，创下历史次高纪录。法人表示，精英调整体质效益逐渐显现，下半年教育平板、微型电脑出货量持续冲高，营运有机会维持跳增的走势。